第八場啦，點解呢場馬咧就會最後我哋取消呢場賽事呢？就因為喺去到差唔多接近千二米處嗰陣時咧，隻最眼光咧，咁就佢都可能有啲內臟毛病啦，咁隻馬就喺嗰度倒下，咁就將阿田泰安就掟咗落嚟嘅。咁因為即係佢哋阿田泰安掟咗落嚟之後咧，人同馬咧兩個都喺跑道個中間嗰度，咁就即係都即係冇辦法移動到佢，亦都即係阿田泰安當時咧亦都起唔到身住嘅。咁當個其他馬匹佢哋跑到對面直路差唔多一半嗰陣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即係可能會對人馬同埋有啲救護人員咧都會造成一個危險啊。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咧就決定咧就禁制就取消呢場賽事嘅。咁田泰安咧，咁佢後屘翻嚟咧就都俾醫生睇過啦，咁佢就冇乜事，咁可以繼續出賽嘅。咁啊，董事都講得非常之清楚，第八場咧係賽事取消嘅。咁啊，今日嘅賽道係私家三，嗱，去到季中階段啦。卡生又點睇今日馬匹整體嘅表現啊？今日條跑道就都較為近似傳統私家三啦，內欄就好佔優勢，頭嗰幾場幾乎一至六檔啊，包辦曬連贏啊。咁啊，至於頭先講嗰場取消咧，已經係近期第二次啦，所以啲騎師啊有啲經驗。我記得上一次取消臨時取消，一響號角，啲人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今次咧，好個個都即刻好快就收停啦，已經。係啊，大約就去到對面直路啦，下九七五，即係以前嘅九七五米起步點，即係依家一千米起步點嗰段啦，開始已經聽到聲啦。咁啊，跑馬地馬場都可能冇咁大，啲聲集中啲，咁就發現得早啲嘅。咁啊，人就冇事，咁啊馬就冇辦法啦。咁今晚嘅賽事嚟講，如果你話私家三跑道咧，就比起季初啲咧，就開始就接近翻佢原有嘅模式啦。咁而家嚟緊嘅賽事會點咧？因為近期嘅跑馬地賽事都睇到咧，似乎擺到前面走啊內檔嘅馬就著數翻啲嘅。咁但唔係完全冇後追馬，間中仍然都有嘅。尤其是咧，我覺得比較難搞啲係啲一六五零嗰啲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步速咧早段就慢啊，但係突然間整兩段快出嚟，好多馬係跟唔到啊，嗰個節奏係穩律，即係個穩律係錯咗嘅。係啊，咁我哋一齊睇睇啦。今日拆組賽各場頭馬嘅資料先啊，因為咧都分布得幾平均嘅。咁我講下各場嘅頭馬資料。咁啊，講到騎師王交到穩定成績，一定要數到潘頓啦。都係潘頓硬淨啲啊。其實楊明倫就一度領先嘅喺早段嘅時候。係啊，騎師王嚇。楊明倫就一邊一 Q 嘅第四嘅，咁都交到成績。今晚佢成績唔錯㗎。嗯，今日都場場波啊。咁連馬師就眾望所歸啊，文家良咁啊出馬最多啊，咁啊結果都係佢贏啊。係咁啊，文師傅今日都好多重兵在陣嘅。咁啊，私家三欄其實整體望翻落去啦，好似內欄即係埃欄嗰啲馬早段場次較為有利啲，我哋陣逐場睇啦。所以睇下啦，唔係冇後追馬啦，後追馬追上嚟贏嘅唔少嘅今晚其實。冇錯，即係有啲中碟衝上嚟嗰啲啦，就淺草飛啊，其實都追得唔錯。不過你早段咧就貼欄或者二碟嘅，多數都係。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逐場睇啦。睇埋呢個圖清楚嘅，內欄兩邊中碟咧分布比較多少少，去到五邊，而外碟都有一隻馬係衝贏嘅。咁啊，見到咧，其實去到今期嘅賽事啦，好多情況之下，大家要睇翻咧嗰場嗰啲段速係咪真係何浩然所講啦，中段快翻少少，咁然之後咧，整體嗰個形勢馬匹走勢上有少少出乎意料之外呀。咁啊，睇翻呢場啦，因為頭場就係五班千二啦，我哋即刻望下先，因為拆組賽比較多少少嘅。頭場就係五班千二，大熱門係四美換將來。嚴格嚟講，今晚係拆組之夜嚟噶，好多嘅賽程都係拆組嚟嘅。頭場五班千二就係啦，起步嘅時候咧出得最快咧，紫衫啊優達星啊快啲咁啊，中間咧各取所需，大我當個中華威威起勢騎啊，然之後蒲合跳得話，居然佢都唔夠快啊！喺個內側就麒麟啦，同埋美滿將來嚟嘅，黃衫啊遊戲人街第七位，咁你闖一都涉咗埋欄咯噃。然之後個馬仲有咧就啲當家信心啦、無名區啦、紅桃巨星已經尾二噶啦，咁啊暫時包緊尾嗰匹就海王區嚟嘅。開始上大石斜坡嘅時候啦，前面中華威威咧。帶頭啦，咁結果蒲合超得，而家先搶翻上嚟嘅。過幾馬位之後，見到各取所需啦。貼欄第四優達星啊，然之後咧就麒麟啦、美滿將來啦、遊戲人家開始騎咯。然之後闖一啦，佢會輕鬆啲，依家開始騎兩步嘅啫。咁再跟住就當家信心、紅桃巨星、無名區褪咗落尾二啦，包緊尾暫時仲係海王區啊。向住最後直路進發嘅時候啦，前邊咧步速就唔算好快嘅。中華威第一段開緊廿四秒零一，第二段開翻快啲啦。但係蒲合超得已經黐住佢咯。咁掟出去外檔上咧，各取所需啦。優達星有位噶啦，喺個內側嘅美滿將來暫時就夠位唔夠位之間嘅，出邊上緊嚟留意啦，咁即係闖一咧，一掙掙開咗麒麟嘅，之後百零米嘅時候，前面咧風雲色變啦，中華威就停咗噶啦，優達升出嚟先，但係外檔闖一上到嚟，內檔有美滿將來啊，三匹馬拍住鬥嘅時候咧，叫外檔闖一匆匆贏曬，第二名咧美滿將來，第三名優達升，第四名中華威威。
咁啊，留意一下都係幾隻其實早段貼欄嘅馬跑得好嘅呢場，優達星啊放頭啊，智積三啊當然有難啦。前四都係。咁後面嗰只就美滿將來啦，都藍色帽嗰只。咁啊，闖一咧亦都係跟住美滿將來嘅，三隻馬就有難嘅。咁啊，最終啊包辦咗三重彩。所以就話啦，早段貼欄嗰啲咧就幾著數嘅，走三貼嗰啲就蝕得好緊要啦，其實。哇！呢、這個私家三欄嘅千二米嗰、那個十二檔，原來啲成績幾恐怖嘅，成幾貴加埋，所以尾場嘅大熱本就唔抵嘅。係啊，真係跑檔位都輸咗決㗎啦，原來。內檔麻麻地啊，咁啊，大熱普超德都喺內欄位置啊，內欄大概第佢三四位到啦。主要係啲五班馬唔叻咯，我都講過好多次啊，近期，所以好多啲輪住贏嗰啲未出頭啲馬出頭，因為啲五班馬水準越嚟越低，水準低啊蝕唔起啊，你走三跌邊度蝕得起啊？闖咗就叫個位出嚟，呢只都仲側身啲啊！下一場嗰只跑咗26次噶咯。嗱，呢度有個位啊，見到即係其實啲馬都擠擠碰碰噶，優達星街都未滿將來，直路時候少少碰撞啦。咁啊，贏馬咧就係落班嘅二號闖一啊，就四班啊，冇乜嘢睇，落五班即刻有嘢睇啦。頭賽分段時間，頭段係24:01，第二段係22:63，每段係23:04嘅。賽事時間1:10:04。好，今場賽事贏的就是五棚芝麻房的落班闖優，一起看看凌華師怎麼說。這六個月以來，我們都長期是他最特別的照料，要吃很多胃藥，各樣去花很多心機 去照料他。他的胃潰瘍的情況都挺嚴重的，其實一路隻馬都很 weak， 變得都慢慢讓他跑下，慢慢加壓力，等佢希望佢養翻壯啲啦，但係都 ideally 未算話最壯嘅時候啦都。咁呢一場佢落班都估計佢會有個好嘅走勢嘅，但係始終孭咁重磅都有一定嘅憂慮喺度對我嚟講。但係佢 handle 得幾好今日，最緊要跑得順啦、舒服啦只馬，咁佢拉屎會交多啲俾你咯。咁正如今日佢做得好好都。咁啊，直路咧，其實都可以放大個鏡頭俾大家望下，就係破合超得，咁同埋出邊咧挨到埋嚟嗰只優達星，其實中間咧都有少少碰撞噶。紫色三優達星啦，其實中華威威都有啲關事嘅，影響到啊，一吹得入嘅有少少。咁啊，見到破合超得，咁變咗葡特超，葡超得都要抽啊，呢度要。咁就唔係曬一隻馬嘅責任嚟。不過佢走勢都開始轉弱噶啦，嗰陣時。另外即係小組都有告戒黃浩南騎嘅優達星咧，其實先係需要修正翻左騎啦，所以直個小佢係打緊左手邊啦，有啲埋嚟啦不過頭先就聽過訪問就係話，即係有時啲馬嗰啲胃病咧，我哋真係睇唔到呢樣嘢係。所以馬會好多其實馬嘅傷病都會公布嘅，但係其實胃潰瘍呢個都好緊要嘅一個資訊嚟嘅。咁如果得將來可以公布多啲啊，最好啦，因為有胃潰瘍要問獸醫攞藥就一定有記錄噶嘛。咁啊，即係如果透明度再高啲，咁又你。食咗胃藥，原來可以好翻，可以只馬完全唔同曬啊嘛！依我所知咧，即係有好多唔少嚟到香港比較短時間嘅馬咧，有胃病嘅馬其實係唔少嘅。不過問題就係幾多食過藥啊，同埋佢個程度去到幾多啦。咁如果呢點即係我哋知道嘅話，又可以防備多樣。有啲成日都瘦，好似掉肚嗰啲，你估都估到嘅，差唔多係胃潰瘍噶啦。咁但係呢啲啊，即係未必一定直接都睇得出咯。係啊，但係即係呢方面，大家即係。看資料上面未必看得到嘅，但係都講到，落班如果健康養花好啊，絕對冇問題。不過呢場賽事有馬要提一提嘅就係、是、當中競賽嘅遊戲人間啦，個賽後驗到流鼻血啊！見到季中階段都幾多馬咧有呢啲賽後驗到嘅問題發生。嗱，呢只又係長期都唔撞嘅個身都係，即係睇到佢都係散仔嚟嘅係啊，所以就呢場贏咧就係落班嘅闖一，咁而頭四名都係鐵男嘅。望下下一場又係唔係咯？另外一場嘅拆組就係五班千二嘅拆組，大門係七歐洲導彈。另一組的五班千二米啊，拆一組就睇下點啦。好啦，咁起步之後咧，出得快啲啊，大家開心啊，應聲彈出嘅。外檔炮子膽、上教合金王幾隻都快嘅，中間仲有勇猛精靈喎。埋欄嗰邊啊，熱門嘅歐洲導彈今日一檔咧有欄，應該就好辦事嘅。喺佢隔離線路光明啊，呢幾隻都前啲噶啦。咁再下一陣嘅馬咧，灰馬銀亮威龍啦，拍住佢啊多利多嚟嘅，啲勁 fit 已經尾三噶啦，紫衫王冇個匹啊，尾位置啊即係精選赤焰啊，涉足埋欄嘅包尾，暫時起步今日好執輸啊，呢飛躍海船啦，上大石斜波。
多謝啦。前面炮子膽咧話好嘢，帶過幾百位出嚟，自己單騎放倒啊！上教守住第二，鐵欄第三，大家開心。二疊第四就合金王，然之後嗰陣啦，來當數出去啦。歐洲導彈線路光明啦，勇猛精靈嘅三疊都褪褪地添啦，好似再跟住來當銀亮威龍嘅，再跟住個馬仲有多利多啦，咁啊勁 fit 就出緊外檔，內檔要等緊位咧，啲係清算赤焰嚟噶，包緊尾就飛躍海旋，總算跟翻大隊啦。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前面咧暫時仲係炮子膽帶頭嘅，大家開心呢度有條路上有曬位噶啦，內檔攝上嚟咧就歐洲導彈，中間上緊嚟就合金王啦，出邊啊線路光明，線路光明出邊仲有一隻喎，清算赤焰揾到位嘅，仲有百零米嘅時候，前面大家開心咧，諗住一路壓得住只歐洲導彈掂啦啩，但係唔係呢時候咧，清算赤焰咧側住個頭衝上嚟，哇都咁勁喎，佢將第一名清算赤焰啊跑咗廿六次，終於贏啦，大家開心第二，第三名線路光明，第四咧就歐洲導彈啊。咁呢場都有事㗎，因為嗰只線路光明雖然有過關飛嘅，不過臨場我都講冇乜點騎啫喎，真係咁留意佢點跑啦。而家大概喺第七位嘅、嗯。早段嗰個騎法啦，直路都可以睇一睇嗰個對比。咁而家冇問題嘅，早段就冇問題，我諗係直路啦。係，誒拉屎二百都先喐手㗎。咁啊，原路二碟中間位置啦。精算赤焰就。涉咗埋欄啦，跟住一灰馬喺內欄尾二嘅位置，仲弱贏咗馬啦。遲遲同你衝喺只馬金貴場，如果有獎金制啊，佢穩定咗。遲遲同你衝啊，係啊，即係過往佢都衝，但係衝一場就衝唔到兩場。啲對手越嚟越弱，佢中止咗次啊，龍穿鳳啊，真係。好啦，留意一下只線路光明啦，淺藍衫後邊呢度望空咗㗎啦，但係撳實啫喎。佢隔離咧，俾白咧邊咧？呢度百幾嘅咯喎，去到二百，佢到二百先開始叫做喐下手騎。但馬係有勢上嚟嘅，咁呢個都要稍後。同埋個邊打邊嗰個都唔係喎，假半頓連環邊，打咗兩邊，仲要好似唔係好型嘅。係啊，咁啊，第四名照片係七號啊，大熱門嘅歐洲導彈。以上嘅分段時間啦，頭段你23:30，第段你22:08，會令你23:66嘅。咁啊，賽事時間1:09:76。好，咁啊，睇下線路光明先啦。咁我騎法方面都可以放大鏡頭俾大家望一望嘅。你睇下左右隔離嗰啲動作，合金王啦，出邊嘅多利多都打噶啦。好似試習咁喎。唔係你咁樣冇問題嘅，你上到嚟過人就得㗎啦，但係又唔係喎。如果你贏啊，冇人即係冇嘢好講啦，就冇嘢好講㗎啦。係啊，咁小都講過啦，線路光明個騎法啦，將會壓後言順㗎，咁同大家即係提一提佢。都真係值得言順㗎，即係嘅臨場都睇到啦。即係好似個反應太過慢啦。咁啊，嗱，睇下董事點樣判啦。不過我心目中呢場馬都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係啊嘛，結果就精算赤焰就終於贏咗馬啦，咁都可以試下睇下其他嘅馬匹啦，即係好似今次嘅賽事，大家開心咁見到大家開心，今場賽事有第二名啦，都算係幾實在啦。咁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啦，因為咧都準備咗個圖俾大家望下。其實文家良馬房啦，咩135磅嘅賽區上陣，當中12次裏面啊，勝出率33%，而上名率58%嘅。嗱，今場咧大家開心就跑過第二，佢今場都重磅上陣嘅，落班係咩135磅嘅頂榜。咁大致上即係話呢個表，如果係文家房馬房嘅實力馬，咩都135磅咧嚇，贏唔敢講啦，下大上名就唔錯嘅，唔需要太過擔心。你留意下佢今日兩隻135磅嘅馬，其實都擺報文嘅，一來嗰個死磅少啲啦，死員少啲啦，二來呢啲即係你今晚又配合佢練馬獅王大熱門，呢啲馬擺報文你都知道真係實同你搏。當然啦，依個報文就因為身體不適啊，跑唔到啊，但係。整個部署即係好明顯可以講，明刀明槍啊！係啊，咁啊，雖然就即係轉咗人啦，但係咧馬匹都係交到成績嘅。頭兩場我哋睇完休息，翻嚟睇埋其餘場先。